听说，哎，今天这个场景是不太一样了。最近呢，咱们不是回武汉了吗？作为一个南方城市啊，还临江，虽然这个温度啊看起来啊是比北京暖和很多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南方的冷属于魔法伤害。我穿的跟北京一样多的衣服，照样冻成狗。哎，那王廷沃那可就嘚瑟了，每天就一件薄外套在外面溜着。这几天呢，嗓子已经被他浪哑。刚好呢，快过年了，给他买了一件红色的外套，这是什么呀？小香风，也是他最喜欢的颜色。一会儿呢，我把衣服放到车后座，想办法让他自己发现他，感受他，爱上他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了，哎，穿成这个鬼样子，我他妈嗓子不想太贵。坐后面去。为啥？啥为啥？坐后面去。这位子被定了是不是？这要赶客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么多废话，坐后面去。哎，他把我的车了，这哪关门？要你说，你看后座上有没有东西？没有。大白天的，低头找一下。随便找，没事没找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坐前面来，行吧。不，我就坐这儿了。那么犟呢，这孩子。坐前面，坐前面。不是你有人预定了吗？你坐前面来，你把座位调宽一会儿，妈不是坐舒服点吗？咋了？跟我妈留的位置是不是？那不然还有谁？要你不早说，我妈坐就我妈坐呗，咋了？支支吾吾的。看啥呢？找什么人呢？干嘛？拿东西啊，够不着。你干嘛？拿东西啊。那不是让你看后排有啥吗？你不看？有啥呀？有。有啥？你看呢？哎呀，这是一件衣服吗？瞎呀，看不出来这是衣服。这又是哪个女人的呀？你有病吧，王听我，标签都没撕，赶紧穿上，不把你冻死。有别的女人的香水味，闻闻，接着闻，闻仔细点啊！去吧，我瞧，找主人家。你才是狗，那丑我才不穿。这就是我，水瓶座，天马行空。王金花，干啥呀、啊？我就上个厕所，你买啥来了？好了，吃两天嗓子哑了，忘了啊。哑吗？啊，一个不够，吃两个。王金花，过来。干嘛？可爱，那小可爱，吃东西好可爱，是不是？那离我近点来，来来，真可爱，给我。哎，别动！冷得瑟瑟声的，还在那吃吃。我绝食。那这个也拿来吧。我还给你买了件外套，你不穿，你还骂我，我还没说你呢。那外套丑。那你买件不丑的，我就给你吃，行不行？不买，走，走着。就气呗。我带你出去玩，行不行？玩啥？游乐园。哎，小朋友玩的真开心啊。你就会骗我。我骗你啥了？哎呀，哎呀，老大妈，加油，加油。哎呀，这玩的多开心，你看。好开心，滑。Yeah， 别生气了呗，爱吃冰淇淋行不行？哦，你说冰淇淋不好吃啊？哦，去过那家店了，吃饱没？炸鸡吃不吃？哦，旁边那家炸鸡不好吃啊？喂喂喂，周末欢乐谷是不是？哦，你知道有家店离欢乐谷特别近呢？啊，不光卖炸鸡，还卖冰淇淋了。行行行，挂了啊！你挂了。啊啊！我刚打电话说干啥了？打算别争！你们这辈子别跟我讲。本来预想今天应该是比较温馨的一天，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。王廷沃这个人吧，比较寡。之前呢，我看他在网上刷那些男友给女友织围巾啊什么玩意儿的那些，看得出来，哎，很羡慕。所以呢，我决定送他十根烤肠。开个玩笑，所以呢，我决定给他织一条围巾，还有一个小包，也不是我舍不得送贵的东西，给他的新包我也买好了，咱们到时候就把织好的毛线包和 LV 包摆在他面前，硬要他选一个。视财如命的王廷沃会不会有哪怕一丝犹豫？开工。我现在特别佩服我妈，小时候织毛衣。我手麻了，知道吗？我就勾那个线，我勾的手都麻了，还这么点儿。我现在搞那个包。这个小包比围巾是容易点，已经是早上6:30了，我们抓紧时间接着整围巾。那小孩陪着爸爸呢，你。我不行，剩下的我明天晚上继续。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，我还差一点。
这么大一角鼻涕，比我身高还高。王廷沃，看到这儿你感动了吗？冬天把你热死。王廷沃在洗澡。这个是真的包，把真包拿出来，只留空盒子。空盒子，这是他一会儿要穿的睡袍。是我做的保护围巾。大家都知道，在接受我挂号的惊喜之前，必须先承受一次惊吓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试试这个。别拉屎！哎呦，我们把这个可爱的小家伙。放到这里面，一会儿就告诉王廷沃，这里面有个惊喜。他打开的一瞬间，我再让他动。Later。哟，喜欢啦？咋的了？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，靠近点。你数三个数，把它打开。啥东西啊？惊喜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开。不无聊你，你每天就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能让我中五个亿吗？走你味儿。放进去了啊，在这儿呢。三合一，喜不喜欢？不喜欢，我一直都喜欢三合一。哦，是吗？但是不是给你的？那给谁的呀？给咱妈的。咱妈上次不是说她缺一个小包吗？你还真是很孝顺啊。又咋了？失望了？看你这小表情。哎呀，忘了，还有一个。啊，你好可爱！这么大。这可是我花了两个通宵织的包和围巾，两个通宵，你有病吧？干啥呀？我很喜欢，但是你要两个通宵，你太累了。你可咋了呀？你看这围巾比我个儿都高，那不是你不好好穿衣服，我想让你暖和点吗？那你为什么买呀？你为什么要织？我给你买了，那是玉桂狗的围上吗？你干啥呀？你都把玉桂狗围后面去了，你啊？你知道吗？这是第一次有人送我手工的，那你挺可怜的。啊！哎呦，你最近本来压力就大，不好玩。哎呀呀呦呦呦呦呦！怎么说也有十个小时了。你都偷偷在熬夜吃？对呀。那你哪有空睡觉？那我就趁机睡会儿呗。下午睡觉不还要挨骂了吗？那我也不知道你熬夜跟我在吃这个东西，你说呀你！哎呀呀呀呀！别养这样了。哎呀哎呀！这个包可是全宇宙独一份，多好爱惜。手工包，所以说它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，就没法比呗。对，那也就是说这包给你，你现在都不要了是吧？你不是跟我妈吗？咱妈要知道我花那么多钱买这么小破包，她被打死我。你做什么梦呢？你过来。我的呀。你身上这两件跟这个二选一。啊！老公，听我讲，老公，撒娇没用啊，没用。大牌粉对吧？哎呦。来呀，这能多暖和呀。